say 中国话就讲说 tell 中国话就翻着告诉啊，这两个呢翻的已经很贴切了啊。这里我们所讲的第一组先讲 say 啊，当你讲话的时候你要用 say 的时候，通常啊我们就背这两个条文啊，这个条文呢、啊、我 you say something to someone 要把它背到 you say something to someone， 这个 something 你知道是一些事情，后面那个 someone 是某一个人，你说什么事情对某人来讲，你就照这个公式来套就可以了啊。I say good morning to my teacher 啊，我早上上课的时候给我的老师讲早安。I say 我说，说什么呢？说早安 good morning， 对谁讲？ To my teacher， 对我的老师来讲，正好就是上面这个公式 You say something、I say good morning to someone 是 to my teacher， 就这样套进来的。第二 You say nothing to me、这个呢、正像上面的句子、第二句话就用 you。 You say 你说了 nothing， 没有话，没有话 to me， 对我，你对我什么话也没讲。 You say nothing to me。 第三句话 He said，我们也可以用过去式啊 ，say 的过去式就是 said。He said something to his father。他说了几句话 to his father， 对他的父亲说了一些话。那 and 然后呢 ，left with the police， 然后就离开这个家，跟谁走了呢 ？With the police， 跟警察走了，跟警察走了。这里说讲离开了 ，left。离开家了 with the police， 这里就是讲 he said something to someone， 换一个人也可以，他说了一些话给谁呢？给他的父亲。第四 please say hi to your brother for me， 这句话用在命令句了，那就是前面的有一个 you 省掉了。我们过去讲过命令句啊，命令句前面第一个主词就是 you 啊。You say hi， 哎 ，you 不要了 ，please say hi， 请你说一个 hi 啊，说一个 I 啊，就是这个意思。To your brother， 对你的兄弟讲一下，为谁讲呢 ？For me 啊，为我带个好去。这个 hi 就是为我打个招呼，因为美国人呢见面的时候第一个字就是 hi 啊，什么不讲，先讲一个 hi 啊 ，Good morning，How you doing？ 就这样，所以这个 hi。就是年轻人呢才用这个说法，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你可以讲 say hello， please say hello to your brother for me， 那不要 brother 的，年纪长一点的也可以 please say hello to your father for me， 啊，带我向你的父亲问候一下。这个时候就不要讲 hi， hi 有点不太庄重，所以我们讲 brother sister 可以啊，对父亲对祖父就不要讲 hi， 讲 hello 可以。那还有最正式的说法也不是用 say， 用 give， 那 give my regard， regard 就是我的关怀，我的问候， give my regard to your father， 那带我向你的父亲问安，这个就要用 give my regards to your father。 好，这是我们讲最正式的是那个说法，say hi 是最不正式的，中等的就是 say hello， 啊 hello， 这个 hi 就是从 hello 变来的。好，第五 ，Did you say anything to my wife？ 还是一样 ，say anything，say something to 什么人啊 ？Did you say 你有没有说任何的话 to my wife？ 对我的太太有没有说任何的话？关于什么呢？关于英文的用 about 什么事情？About my new house， 关于我的新的房子。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个 say something to someone。 反过来第二条就是 you say to someone something， 那这个时候 I said to our teacher good morning， 你看把上面那几个字一样把它颠到了一个位置就是了啊。We said to our teacher，我们说话了，对谁说的 ？To our teacher， 对我们的老师说了，说了什么话呢？是 Good morning，
那这个位置颠倒一下。He said to us, 我们跟他说 good morning, 他给我们说什么呢？ He said to us, 他给我们说 be seated, be seated 就是坐下啊，坐下啊，没有写个请啊，讲个请啊，老师也客气一点，连请也没有，可以讲 please be seated。 Be 就是命令句，我们从前学过，那也是命令句的开头，不用普通的动词开头，也可以用 be 动词开头。 be 动词就是请你保持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那 be 啊 be honest, 请你保持一个很诚实的啊状况。 be 什么啊， be quiet, 请你安静，那这些都是形容词。现在这个 seated 呢也是个形容词，那就是 seated 就是坐下去的，坐好的这个味道，成为一个坐好的样子，中国话不好这么讲啊，就是坐下，请坐就可以了。 be seated, 我们在这一个啊语文学校受训的时候，我们常常喊口令啊，老师来了就喊口令啊，班长喊啊啊，然后喊完了，班长还给大家讲 be seated, 请坐，坐下，他也用这一句话。好，这个倒是常用的，并不是不常用啊。be seated 跟那个 sit down 是一样的味道，但是呢 sit down 是一个动词， be seated 是保持坐的样子，那个味道有一些不同，是个静态的味道。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三句了。My wife said to me, 啊，我的太太对我说了 ,this morning, 今天早晨说的，今天早上就可以用过去式了。因为你把这句话下午转告给别人，下午讲早上的事情就要用过去式，所以前面用 My wife said to me this morning, 她说了什么呢？说的话放在引号里面呢，就不需要用过去式了啊，要放在这个引号里面，你看前面一个引号，后面一个引号，中间呢就是要套用那个你太太讲的一个字不改，要放在这里，这才叫做引号里面的东西。所以太太讲的话是 I don't feel well, 我感到不舒服了。第四， My wife said to me this morning that she didn't feel well,这一句话呢是间接句，我们会讲这个间接句非常有用。上面一句话第三句是把太太说的话一个字不改的讲，我感到不舒服了，这个我是太太讲的。下面第四句呢，就是把它转述一下啊，把太太讲的话稍微加以更改啊，就是一个间接的说法。这种把直接句改成间接句，在日常生活里面用的很多。看第四句话 ,My wife said to me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我的太太给我说，说什么呢？说她不舒服了。这个她不舒服了，当时早晨太太讲话的时候绝不会讲她，讲的是我不舒服了。所以上面呢用直接的引述要讲我不舒服了，现在间接的就把它转述一下，但是我太太说她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把它间接的转述。可是转述了以后，上面讲 I don't feel well, 下面要改成 she didn't feel well, 因为前面是 said 过去式，后面也要用 didn't, 这些变化在你学到间接句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学得很熟练，因为英文里面日常会话里面就用的很多。好，下面我们再看 say is used, say 这个字被用来被动语态啊， is used,这个字被用来 in quoting, quoting 就是引述引用啊， directly 直接引用 from a spoken or written source, 从一个 spoken, 从一个讲话的被讲出来的这个 spoken, 将来我们会好好的讲这一个字啊，我们把原来说的话原来写出来的东西把它重新的直接的把它引述一遍，这个时候通通都要 say, 不能够用别的 tell 就不行了，所以要用 say, 这里就告诉你 say 这个字专门的引述别人说的话，
一个字不改，把它引述过来的时候，都要用 say 这个字，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一句话，第三句里面的那个直接引述句，都要用 say 来讲。下面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第一句话 ，in his speech， 在他的演讲里面 ，in his speech， 谁的演讲啊 ？Our new director， 我们的新主任啊，我们来了个新主任，上任三把火。你看他讲什么呢 ？Said， 他说了啊，在我们的新主任的演讲里面啊，他说了 said， 用这个字说了 said， 后面就可以直接啊，把他说的话一个字不改的。把它放在后面，你看又有一个引号出来了。他说的，他在这个站在讲台上讲的就是这句话。I know， 我知道 that I shall enjoy， 我将会很喜欢呢。Working with all of you， 啊，我将很喜欢跟你们大家一起来工作。All of you 就是你们所有的人啊，将来我一定会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工作，这是新官上任讲的一句话，这一字不改的，这个都要用 said 在前面。第二句话 ，My father always said to me， 我的父亲总是对我说，说这几个字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是不是？你要诚实为上策，做什么事都要诚实。第三 ，She said impolitely， go away。To me, the other day, the other day， 我们从前讲过，那就是 a few days ago， 几天以前啊，几天呢？搞不清楚，总是两三天、三四天之前，叫做 the other day， 就等于 a few days ago， 几天以前呢？这个女的很不客气的对我说，说了两个字 ，Go away， 你给我滚开吧，走开吧，啊，大概这个男的。对这个女的可能不礼貌，有什么毛手毛脚的地方，所以女的又板起面孔来啊，所以是 impolitely， 很不客气的叫做 impolitely， 说了这句话，说了两个字 go away， 对我说的 to me， 什么时候说的 the other day， 前几天。好，这里所讲的用这个 say 和 said 引述从前讲过的话，你一定要用这个 said 来讲。不可以用下面我们要讲的那个 tell 就不行。好，下面还有第四条 D， I said， he said 等，这些也可以放在句尾。我们看写小说的时候常常要这么样子的啊。他说，把这个他说放在后面。第一句话 ，My father is an engineer， 我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啊。这个时候。有一个逗点，你看到没有？下面加上一个，前后都有引号，然后 she said， 她说了，然后最后才是一个句点，这样子的。下面呢 ，my father， 我的父亲 ，she said， 她说 is an engineer， 是一个工程师。你看，把这个 she said 放到中央去了，这个时候 said 的后面呢，就打一个逗点，啊，特别注意啊。这种凡是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这个标点符号非常重要。现在最后 is an engineer， 这个时候最后在这句话终于完了，才有一个啊句点。下面这句话它的标点符号你更要注意 ，My father is an engineer， 我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啊，这里打了一个句点。你看 ，He works in a factory。他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 ，He works in a factory。这个地方呢，打一个逗点，没有用句点。句点跑在哪里了？句点跑到最后了。She said 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句点。所以各位要注意，那么这些放在引号里面的这些句子，很多人呢标点符号老是打不对。好，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个 say 这个字的用法。你不是讲。I say something to someone， 你就要讲 I say to someone something， 这样子的来套用啊，直接引述别人的话都要用这个 say。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讲 tell。tell 这个字呢，并不太难呢，
是告诉啊。告诉这个字呢，中国话你讲告诉，英文呢就用 tell，差不了多少。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到这个 tell，它的过去式是 told，过去分词也是 told，这是不规则动词，一定要记到的。用 tell 的时候，你就用下面这个公式啊，you tell someone something，啊，你告诉某人某事。这个时候不像那个 say。Say 要 to someone， 现在不要 to， 那就是 you tell someone， 马上就接上 someone 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字是及物动词，后面马上就可以接受词。I told my students， 我告诉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个什么呢？告诉一个 story 故事。这个时候中国话不要讲告诉，就是我跟我的学生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时候用讲啊。Tell a story， 中国话都是讲讲故事，没有人讲告诉故事的。但是英文你记清楚啊，故事一定要用 tell a story， 绝不可以用 say a story。等一下，我们再讲 speak a story 也不行。而这些英文呢，你都要知道哪一个对哪一个。好，第二句话就是讲 she told me， 她告诉我 her telephone number， 就是根据上面的。You tell someone something， 她告诉我什么事情，她的电话号码。She told me her phone number， 啊，这个小姐电话号码统统都告诉你。第三句话 ，They didn't tell me， 他们没有告诉我啊，这个没有关系，否定句就是 They didn't tell me， 啊，他没有告诉我啊，什么呢 ？The truth， 实话。所以还是。前面先添一个人，后面再加上什么事，没有告诉我是人，实话 the truth 什么事情啊 ？You tell someone something。第四 ，Who told you 谁告诉你的 my social security number？ 那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我们的社会安全号码，每一个人都有啊。这里是讲谁告诉你啊 ？Who told you？是一个问话 ，My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 You tell someone 啊 ，Who tell me？Who tell you？ 什么事情？那就是 social security number。下面这是第一组啊，你要背会，要用 tell 的时候就讲 You tell someone something， 你告诉某人某事。如果是用第二个格式呢，那就要讲 You tell something to someone。这个时候要用一个 to someone， 因为把这个 someone 放到这个事情的后面去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用 to 了。好，第一句话 I cannot tell my wife's date of birth， 我不能讲我太太的 date of birth， 出生年月日 to anybody， 对任何人讲啊。后面 someone 是 anybody， 一定加个 to anybody，对任何人讲。第二 ，She told nothing， 她什么也没告诉 to me， 对我，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讲，就是这样啊，她什么事情也没告诉我。She told me nothing。第三 ，Jack told Susan's new address to everybody。苏珊呢，一定很生气了，因为杰克这个人呢 ，told 啊，告诉了。这个 Susan's new address 啊，苏珊的新搬家的地址啊，告诉了 to everybody， 什么人都知道了。好，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一个 told 是过去式 ，tell 是现在式。它最常用的两个格式就是 you tell someone something， 这个时候不像那个 say 要 to someone。现在不要 to， 那就是 you tell someone， 马上就接上 someone 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字是及物动词，后面马上就可以接受词。I think you tell someone something， 你告诉某人某事。如果是用第二个格式呢，那就要讲 you tell something to someone， 这个时候要用一个 to someone， 因为把这个 someone 放到这个事情的后面去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用 to 了。好，第一句 ，You tell something to someone。
像这样子的用法呢，你能够记到两句话说得很熟就很好了。比如说这个 tell， 我通常啊训练这个学生们呢、啊、就告诉他两句话。你比如说我也可以用这个将来式，你就说我就要告诉你我的电话号码，你讲 I will tell you my phone number， I will tell you my phone number， 你等一下。你反过来就是 I tell my phone number to you， I will tell my phone number to you， I will tell you my phone number， 就照这样子的两句话，你把它说得很熟练啊，这个 tell 啊就可以应用的自如了，没有问题。就怕你一句话也说不熟，那就不行。第一组呢，就是讲 to tell about， tell 这个字的后面呢，常常跟上一个 about 这个介词，那就是中国话的味道，就是关于什么事情啊？我要告诉你一些关于什么什么事情啊 ？I will tell you something， 我要告诉你的事情 about my 什么什么啊？私人的事、公家的事都可以。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些例句。Please tell us， 请你告诉我们。Please tell us about your experience， 关于你的经验。Experience in Indonesia。Please tell us， 请你告诉我们关于什么事情，一定要加上 about 什么事情。About your experiences。Experiences 这个字呢，特别我要请你注意。那就是经验，经验这个字呢，我们中国人认为啊，经验大概没有什么可以数的，但是英文里面呢，经验呢常常来数。问美国人你们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我们是有一次的经验，第二次又做什么事，又有两次的经验，他是味道加了 S 就是代表次，我有很多次的经验，有这个味道啊。我们也可以讲很丰富的经验。好，第二，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 About， 关于 your new plans， 你的新计划。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new plans， 你关于你的新计划告诉我们一些可以不可以，是不是啊？或者是我们家里面你是做家长的，要带我们到哪里去旅行，你的计划啊，不一定是新计划。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plans， 连这个计划英文呢也是可以加 s 的。第三， She told us， 她告诉我们 nothing， 什么也没讲 about her first marriage。 对， She told us nothing， first marriage， 第一次的婚姻的事，什么一个字都不提，所以呢 She told us nothing， 她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关于about 是关于他的 her first marriage。 好，凡是要讲到讲关于什么事情，叫 tell 什么人 about 什么事。好，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三组。最后一组 tell 也是啊，有四组，那就是他的习惯用法。那前面讲过讲故事，这个讲你不能说英文有个 speak， speak 是讲啊，诶讲故事就要用这个，这个你也不要这么想啊。英文里面告诉讲故事怎么讲啊，英文里面一定是 tell a story 啊。你将来呀，凡是要用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要用 tell 就好了啊。美国人都是用这个，你就照这样用啊。这是你一定要照这样讲，不能够说 speak 是讲中国话，是讲故事，英文它偏不要讲讲故事，它要讲告诉故事，那你没办法，你要跟从他们的说法。好，第一个就是讲 to tell the truth， 讲实话，讲谎话。第二个 to tell a lie， 你看这些统统都要用 tell， 讲实话用 tell， 讲谎话也用 tell。 第三就是说故事了，讲故事 to tell a story， 说故事，讲故事。第四是 to tell a joke，说笑话，就是 tell a joke。 你说这个人呢，他昨天给我讲了个笑话， he told me a joke yesterday， 那就很好了。第五， to tell time， tell time 这个字要特别注意，很多人不太清楚，那就是看表，认识表，你
对一个小孩子来讲的，那你说，哎，Can you tell time？你会不会看表啊？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表现在是几点几分？你能不能说得出来？那就是你能不能够 tell time？那第六呢？你看差一点点，to tell the time 加一个 the 加一个定冠词啊，就这么多了一个字，意思完全不一样。就是请问你现在的时间，讲现在的时间啊？Can you tell me the time？你能不能告诉我 the time？现在的这个时间，为什么用定冠词？就是你我都知道，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时间是几点几分呢？所以，Can you tell me the time？Can you tell time？完全不是一回事，要记清楚了。所以人家讲 Can you tell me the time？有个 the，你马上要看看手表，告诉人家几点几分。第七，to tell fortune 啊，我们中国人呢，很多人喜欢算命，很多人喜欢被别人算命。Tell fortune，fortune 这个字就是啊，有福气啊，有财富，多半是讲到财。啊，有财的方面呢，叫做 fortune。所以，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有个财神爷，这个财神爷英文呢就叫做 fortune god 啊。这个 god G-O-D 啊，那个 G 不要写大写，写小写的 G-O-D，记清楚了。普通一般的神，那个 god 都是神呢，可是要写小写。只有基督教里面的上帝，那个 god。G 那个字母才写大写，因为他是唯一的世界上的真神呢，他要写大写啊。其他别的神太多了，都不能用大写啊，太多了嘛，都用小写写一个 God。最后还有 to tell A from B，这个比较难呢啊。Can you tell A from B？什么意思呢？你能不能够从这个 A 里面分辨出来哪个是 B，哪个是 A 啊？教你分辨什么？这个时候，tell 一个东西 from 另外一个东西。好，下面有些例句，你看了就更懂了。第一个，Why don't you tell her the truth? Tell the truth，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实话？Tell the truth，我们过去讲过好几次了。第二，Please tell me the joke，请你告诉我，跟我讲一下那个笑话。Please tell me the joke，哎，为什么？突如其来的这个笑话，就前面加一个 the joke 啊，这个呢就是冠词里面最难的了。哎，这里为什么讲第一次提到这个笑话，为什么加个 the 呢？我就告诉你呀、啊，这个笑话被后面这个四个字给限定住了啊。什么笑话呢？You told Peter yesterday，你昨天呢告诉彼得的那个笑话，请你给我讲一遍好不好？啊，彼得给我说了半天。也说我也不笑，因为他没有你说的好，把你原来说的意思他也记不清楚了。所以我现在要求你，你昨天跟 Peter 讲的那个 joke，你现在再跟我讲一遍。所以这个 joke 呢，就是限制住了，所以前面有一个限定的冠词，所以呢，就是被后面这四个字限制的死死的，前面就加一个定冠词，就把它定起来了。第三句话，Can you tell time, Johnny? Johnny 都是小孩子，大概七八岁以下的这个小孩子，他要叫 John，你就把他讲 Johnny 更好听啊，更亲热，因为小孩子嘛，很可爱，就把他叫一个小名一样的，很多人都会知道，叫做 John 的人叫他 Johnny，小孩子他更高兴。但是三四十岁了，你就不要叫他 Johnny 啊。不过呢，也不一定。好了，这里呀、啊，就是故意写这个小孩子的名字，才讲到前面那句话：Can you tell time？你会不会讲时间呢？Can you tell time？下面第四，Excuse me，对不起呀、啊。Can you tell me the time？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的时间呢？你看，tell me the time，这个时候。就真的有人来问你时间，就是问这一句话。当然还有别的说法，问 "What time is it？" 那用的更多了。"What time is it？" 但是也有人问 "Can you tell me the time？" 有的时候还有人问 "Do you have time？" 那你有没有时间呢？啊，那也可以。好，
下面我们就看第五。Can you tell one brand of coffee from another? Can you tell? 你能不能够分辨？你怎么知道分辨呢？我一听你讲这个 tell 后面还跟着一个 from， 这个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要讲分辨了。你能不能够分辨得出来 one brand of coffee， 一种咖啡的牌子，你吃一吃，你喝一喝，这个咖啡是什么牌子的？ From 从 another， another 是另一个，从另一个牌子，你能不能分辨出来？喝过很多年咖啡的，你才能够 tell one brand of coffee from another brand， 那从另外一个牌子你都可以吃得出来。再来一个 tell apart， 那 apart 是分开， I can't tell the twins apart， tell apart 也常常用，那就是 apart 就是分开来，我不能够分辨这两个 twins 双胞胎的，我不能分辨得出来，就是I can't tell them apart，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Tell from 你也用，也可以。I cannot tell this twin from that twin， 也可以。这样子比较难讲嘛，要讲两次 twin， 说干脆用一个 apart。I cannot tell the twins apart， 一句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所讲的 tell 的用法。我们讲完了两组，第一组呢就是讲 say。什么时候用 say？ I say something to someone， I say to someone something， 这些你都要把它背会。 tell 也是一样，是吧？ I tell someone something， 或者是 I tell something to someone， 前面两个公式是最重要的公式，你记到了之后最好还有两句话一直讲一直讲，那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好，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老师带着各位从第一页一直读到第三页。 American Language Grammar Course 747 Lesson 1 Troublesome Verbs 1 747-418 Say and Tell。Say, said, said. A. You say something to someone. 1. I say good morning to my teacher. 2. You say nothing to me. 3. He said something to his father and left with the police. 4. Please say hi to your brother for me. 5. Did you say anything to my wife about my new house? B. You say to someone something. 1. We said to our teacher, good morning. 2. He said to us, be seated. 3. My wife said to me this morning, I don't feel well. 4. My wife said to me this morning that she didn't feel well. C. Say is used in quoting directly from a spoken or written source. One.In his speech, our new director said, I know that I shall enjoy working with all of you. 2. My father always said to me,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3. She said impolitely, go away, to me the other day.D. I said, he said. 1. My father is an engineer, she said. 2.
My father, she said, is an engineer. 3. My father is an engineer. He works in a factory, she said. 747, 419. Told. A. You tell someone something. 1. I told my students a story. 2. She told me her phone number. 3. They didn't tell me the truth. 4. Who told you my social security number? B. You tell something to someone. 1. I cannot tell my wife's date of birth to anybody. 2. She told nothing to me. 3. Jack told Susan's new address to everybody. C. To tell about. 1. Please tell us about your experiences in Indonesia. 2.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new plans? 3. She told us nothing about her first marriage. D. Tell. 1. To tell the truth. 2. To tell a lie. 3. To tell a story. 4. To tell a joke. 5. To tell time. 6. To tell the time. 7. To tell fortune. 8. To tell A from B. Examples. 1. Why don't you tell her the truth? 2. Please tell me the joke you told Peter yesterday. 3. Can you tell time, Johnny? 4.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the time? 5. Can you tell one brand of coffee from another? 6. I can't tell the twins apart. 美国老师带各位把前面的三页读过了之后，第四页的上方就开始有一个 exercise 练习，让大家做一下这个练习。Chang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就是把下面这些句子改换一下。To use, 改的时候要你 to use, 用这个 tell instead of say, 用这个 tell instead of 就是代替这个 say。凡是看到 tell 的你就把它说 say。凡是用 say 的呢后面讲 and vice versa。Vice versa, 中国话讲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看到有 say, 你赶快用那个 tell 把它带出来。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两种你都会说了。因为很多话呢在英文里面呢用 say 和 tell 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呢它表达的意思一样。你看下面第一句话 She said to me,他对我说 that she didn't feel well, 他感到不舒服了。你看他第一句话用 said, 你就把它改成 told。She told me, 这个时候呢这个 told 呢马上就接上 me, 就不需要用 to me。凡是这个 tell, 就是这样直接接上去 she tell me, she told me, 这里呢
She said 要用 to me 就可以了，后面都不改啊。She told me that she didn't feel well. 第二句话 ,Mary said, 也是一样 ,Mary said to her mother. 啊，后面什么事呢？她告诉她妈妈什么呢？ That she had a headache. 她头痛了。Mary 这个小孩子早上一起床啊，大概不想去上学，她就告诉妈妈我头痛了。啊，这个时候她对她妈妈说她头痛。我们就把它改成玛丽告诉她妈妈 Mary told her mother that she had a headache, 就这么简单。第三 I said to my brother, 我对我的兄弟说，你干脆就改成 I told my brother, 后面都一样 that I was going to buy a new pair of shoes, 我要去买一新双鞋子。那我常常告诉大家，你讲一双新鞋子的时候，你讲英文呢，你心里这么想，我要去买一新双鞋子，那你这个脑筋呢就变成英文的思想了。因为英国人美国人讲一双新鞋子都讲一新双 a new pair of shoes, 他们不讲 a pair of new shoes, 这不合乎他们说话的习惯，这个你要记到，所以把我们的思想啊都要改一下啊，一新双鞋子。第三句话的答案我再说一下。I told my brother that I was going to buy a new pair of shoes. 第四句话 ,the ticket taker, ticket taker 就是收票的那个人。ticket 就是电影票吧。那 take 呢就是你拿给他，他给你撕掉一半，那个人就是 taker。the ticket taker said, 他说了说什么呢 ?that there were plenty of seats available. There were 是有 plenty of, 从前学过这两个字的片语就是很多。有很多的 seats 座位 ,available 是现成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电影院里面呢，你们看不见，我刚刚进去看了一下，里面的空的座位还有的是了。啊，这个撕票的人验票的人这么讲的 ,the ticket taker。这个时候你看他讲 said, 你就改成 told. The ticket taker told that there were plenty of seats available. 就这么简单。第五 ,Sue said, Sue 这个女孩子说了 that she could speak French very well. 她能够说法国话说得很好。你也可以改成 Sue told me, 加上一个人比较好。Sue told me,苏告诉我说 that she could speak French very well, 一样。下面我们看第六句话，就是上面讲 told, 你改成 said。Jack told us, 杰克告诉我们 that he was too tired to go out, 他太累了，不能够再出去玩了。这个时候上面用 told, 你就改成 said。Jack said to us,to us 用出来当然跟上面一样，不讲的话也可以。Jack said, 杰克说 that he was too tired to go out, 他太累了不能出去了。这里英文有一个片语啊，就是 too, 前面那个 too 是太怎么了，后面那个 too 当二部讲，所以这个比较难呢，你一定要记到他的说法，太累了而不能出去了。这个我们在十三册里面会详细的跟各位讲这个片语。第六句讲到 Jack told us, 杰克告诉我们 that he was too tired to go out, 他现在太累了不能出去了。这里呢用的是 told, 请你把它改成 say 或者是 said, 这里是过去式，当然用 said, Jack said to us,杰克对我们说 that he was too tired to go out, 不能出去了。好，第七 ,she told me, 这个女的她告诉我 that she knew my father very well, 她认识我的父亲很好，认识我的父亲很好，中国话讲起来不大通顺，就是她跟我的父亲很熟，就是 he knew,She knew my father very well. 啊，你譬如说
哎，我认识你父亲，我跟你父亲很熟。I know your father very well 就好了。这个时候 ，she told me 改成 she said to me 就可以了。She said to me that she knew my father very well。第八句话 ，The doctor told me that I must rest more。医生告诉我说，我必须要多加休息。I must rest more。那么这个我必须要多加休息。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一个 doctor told me 讲成 said to me。The doctor said to me that I must rest more。这里的 must 为什么不改成过去式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小问哦。这里告诉你呀，凡是这个 must 这件事儿是将来的还没有做的，就用 must 不要变了啊。如果是过去已经做过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才能改成 I had to rest more， 要用过去式了。那这是因为是讲啊，医生告诉我，我将来呀要好好的休息，那这是将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还用 must， 不必要改成 I had to rest more。第九 ，I told the boys， 我告诉这些孩子们 that they should not make so much noise， 他们不应该做出这么多的声音来，不应该这么吵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 should 也是一样，他们将要做的事情啊，不是做过了，那么这个呢，还是用 should 就够了，不需要用 should have。I said to the boys that they should not make so much noise 就可以了，不需要变成这个 they should have 啊 ，they should not have made 啊。如果是 should not have made 的话，就是他们刚刚做过了这些事情啊，你过去不应该做。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做了这个吵闹的事情，我现在说完这句话以后，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吵闹。所以这就是表示以后的事情，像这些助动词啊，它就不需要改成过去式啊。如果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不会再做了，那就要改成过去式。第十 ，She told the teacher that she enjoyed the lessons very much。啊，这个女孩子很会讨这一个老师的欢喜，所以呢，她说，她告诉老师说她很喜欢这个课程，老师上教的这个课她好喜欢。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改成 She said to the teacher that she enjoyed the lessons very much。这个时候这个 enjoyed 就用过去式就可以了，不像上面那个助动词啊，他们还保持原来的这个 enjoyed 本来就是过去式的，那就是说他上完课了，那么刚刚上的这些课非常的好，所以他就说这句话。好，这是我们所讲的一共有十句话，凡是讲这一个 told 就改成 said， 讲成这个 say 就改成 tell， 这些呢你要多多的说，说成习惯了，你将来呀讲话的时候没有时间考虑，你要马上把它说出来，所以一定要说个几百遍，根据每一组的它的前面两个公式来讲就够了。